线，是尽头的排线吗？这都是黑色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是单层的。我知道，现在就是单层的，已经是很软了呀。我想黄色的之前冰硬的肯定是比较硬一点的，黄色的还是冰硬呢，黑色这个肯定是更软的，这是单层的，之前那是双层的。你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。你拍的照片给我看一下。阿鹏啊。啊。什么？那个新式的那个进的排线是单层的吗？是单层的。他说那比以前那个更硬。怎么可能？还有镜头吗？